就我刚刚你说我们平常出去吃的。我的妈，我第四碗了，兄弟。大家好，李叔来了。我们现在雅安，也很辛苦。今儿我们来雅安吃一个特有的榻榻面 ，Let's go， 特别的棒，看着不错啊。是叫榻榻面是吧？还是？哦，达达面啊。达达面啊。嗯，你们普通话还能榻榻面 ？OK， 辣不？可以不要辣椒，可以要辣椒。我要辣椒，要辣椒。可以干拌的，可以要汤的，可以整两个味道嘛。行，那就来一个汤的，来一个拌。这么巧，我也准备过去吃面，然后可来这碰到你。这家面在我们学校这边还算挺好吃，那边那家面比这家面还好吃。我都已经点了，今天中午可以吃好多家了。我吃不了，我吃不了。哦，谢谢老板，看着不错。我也喜欢这样吃，要什么味道？我没吃过，我主要想尝一下干的和汤的。三鲜的才好吃。三鲜特别的棒啊！这个是汤面，这个是干拌。口水口水，先吃干的，拌一下。先尝一下臊子。普通的肉臊子，好吃！哇，这个面太棒了。这个肉臊子不重要，到哪估计大差不差。但这个面条的质感绝了，就是那种老板纯手工在案板上哒哒哒给你搭出来的。好吃。而且面香味儿贼浓，接下来我们闹汤的，看起来不错，好烫。你好，我用一下醋啊，谢谢。我要等他给我做那个三鲜面。三鲜面特别好吃是吗？我觉得他做的三鲜面。您再这么说，我还得来碗三鲜面。中国人不骗中国人啊。但老板，我再加一两三鲜。哎呀，你好，你好。哎，你好。我看过你那个视频是吧？视频啊，看过好多回了。你慢慢吃。谢谢谢谢。人间处处有惊喜，我以为本期节目吃两碗就够了。汤的也好吃，刚骑电瓶车那姑娘掉了个东西，一瓶饮料，我要不要帮她捡？哎，大爷，人家可能还要呢。大爷，这家店应该是个老店，你看奶奶这岁数。吴老师你好。哎，你好你好。给你买了瓶水，谢谢吗？可以合影吗？可以可以。你们就住在周围是吗？我们是这学生。学生。旁边是四川农业大学。哦，我的母校，哎。真的吗？假的假的，来三鲜可能看起来比较寡淡啊，但是料真的足，这都是各种蘑菇，然后还有肉肉。三鲜最主要就是一个鲜，我们看能不能吃出来这个鲜。好吃。三鲜的汤汁味儿特别足，然后面到嘴里就可以立刻感受到蘑菇的那种新鲜的气息，好吃的，来一口蘑菇。蘑菇和笋好吃，脆脆的。螺丝鲜，汤有点咸，但是这么吃面条就是咸淡是刚刚好。可以可以，好吃。下雨了，朋友们，如果在雨天里就这么继续端一会儿，这个汤可能会变淡。哎，对，这个应该就是雅安的三大特色之一——雅语。哎，你尝尝这个。哎 ，Hello。就我刚刚跟你说，我们平常出去吃的。我的妈，我第四碗了，兄弟。你尝一尝，你尝一尝，真的，你尝一尝。谢谢谢谢谢谢，拜拜。怎么这些人对你这么好？都是朋友，我有好多朋友，好多我们今日消费30元，一碗10块，正好30。这个真的是意料之外，今天特别棒。刚来雅安吃到了大大面，然后感受到了雅语。就以我的口味来讲，这家的面条子算好吃的，而且量也够大，价格也真的够便宜。一个正常的小伙子，20块钱肯定够了。就像咱这种特殊技能的，也就30块钱。最后就是现在正值暑假，你们要是来雅安看大熊猫的话，记得闹一口这个面，好不啦？好的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在这边给大家科普一下，再好吃的面，堂食和打包完全是两种口感。小伙子，这个面是好吃的，但是比起你的热情，还差一点点。